哦，两位觉得这眼睛的部分，我觉得他是凶屁凶啊，我觉得他有冤情感觉，有冤情，是不是左眼的眉那个双眼皮不太一样？哦，对哈，哦，嘴唇，嘴唇，尬笑。唇纹还感觉蛮年轻的哦，他也没什么法令纹哈。其实他的嘴唇是看起来是蛮色泽蛮年轻的哦，鼻子毛孔也没有很多。嗯，哎呦，脆胚吧？脆胚吧，有点不行。有吗？还好。可是他脖子没什么纹路哦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对，哈，这常常跟人家斗嘴的脆胚吧？这样你也看得出来，算命师。我是感觉他鼻子看起来蛮有钱的，蛮有钱的，傻牙皮，感觉是眉啊，哎，眉啊，哎呦，这是脚吗？哦，手感觉也行呢，而且不会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指甲，他当然应该是比较老派的，没有啦，因为他们这样放啊，这样放，哦，发质。他可能造型品喷的没叮没当这样子，要不然就是三四天没洗头了，纠结在一起了，卡住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他发量蛮多的，多的哦，算厚重的。对，发量也是看出一个人的年纪。嗯，对，觉得是没有。哎，好，那你觉得他几岁？请写下来。觉得是没有。啊，稍微快很准。我估计他是38岁，哇，没那么多吧？我觉得他是败笔败在他那个眼神，哦，透露了就是历经沧桑。是不是前午昨晚没睡好？哎，对，没有睡好，要不然他凶什么？感觉是你认为呢？我觉得是28，因为差10岁，差10岁，因为博文真的最明显，他基本上没什么博文，对对。所以我觉得应该是28，而且我觉得他的轮廓线也蛮好的，是不是，张医师？对，皮肤也算嫩，对，而且手蛮饱满，对对对，丰满的手最丰满。好，来来来，手比胸丰满的。我们来看看第一位，请出场。你看，你谁啊？出来了不是？哎，38会不会太完全符合我讲的？你看他戴的就是。你这样是对的，是不是？就知道你喜欢我。他只有说你28岁，他没有说他喜欢你。不要，你的那个理想对象的年纪是几岁？差不多25到30。你是不是？就在中间。哦，好。而且我刚在后面听他讲，他说看人家口罩，我们四个女生面面相觑。他讲了医疗用口罩就是你，对不对？他是讲你。我就想说，我要不要去跟人家换口罩？哎。很准啊，所以我写38岁啊。我这个是有搭配的啦。你搭配什么？搭配什么？牛仔耶，这个啊，白色这个这样。这就你应该穿防护衣啊，对啊，医疗口罩。我是有搭配的啦，没有38那么多啦，也没有28那么多。那你到底几岁？你没有28。你没有28，我在看错了。31，我跟你讲，我5年前真的没有28。废话，废话。好好好，那等一下来那个看一下，再回忆回顾一下你的故事，你是怎么老的哈？一天到晚骂人，是骂到老了。其实我最大的困扰是我虽然呐是在场最年轻的，有吗？看不出来。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对，这就是我准备给大家的惊喜。你们的反应也是给我的惊喜，谢谢。好，我虽然是在场最年轻的，但是其实这几年我自己有，包括有现在很多你在滑手机会有以前录影的影片跑出来，我发现我变最多的是胶原蛋白流失，而且这个不是说你去打玻尿酸那种局部去填充就可以了，它是整个人的脸。我没有骗你哦，这一张是我2019年的时候，这距今也才3年前。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说，哎，我的体重数是没有变的，但是我就会觉得说整个人比较圆润，会比较。也没有到憨脸，就是有比较稚气感，然后比较可爱，比较让人家想疼爱的感觉。然后就慢慢的呢，在2021年的时候，去年有一时候我看一些录影的照片，他们就开始就脸会，又变得比较小，大家会觉得是好，可是你会对，尤其是眼下会凹，然后脸颊会凹，下巴也会凹，那看起来就比较刻薄。
那又加上我比较能言善道一点，我就会觉得会给人家一种距离感。那当然也跟我说来上女道有学到一些保养的方法，可是有时候来女道会被一些男班长给气到，你知道吗？回家都吐血，然后一直吃补品。但是怎么了？我觉得你不是胶原蛋白流失，哎，怎么了？你是人品流失。人品流失。然后就我就会看到，你看2021年的时候，其实我的脸什么都已经开始变得比较凹。对，然后就会你胶原蛋白一流失一凹的时候，你的皮就是会比较松。两年呢，两年多而已，这样子变化很大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他整个就经历了什么？经历了什么？我跟你讲，好险是我这个人哈，生性乐观，个性开朗幽默，聪明贴心又幽默，可爱迷人有魅力，你知道吗？不然的话，别人接近我都觉得哦，奇怪，怎么乌云罩顶？因为就是脸太憔悴太瘦了啦。那很多人都说你不要再瘦，可是我们在运动、在修饰身形的时候，在减肥。你根本没办法决定你会瘦到哪，我就是都是先瘦脸的那一种。好好，好好哦，我想要，你想要吗？我也想要你有幸福快乐的家庭。